请问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跟你说有用吗？你能帮我办了吗？你谁呀？请问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我希望我的新专辑在2023年远远能够发行，争取拿个销冠吧。那能唱给我们听一下吗？我就希望明年他们别老让我穿裙子了。请问你有什么新年愿望？什么时候过新年？就是1月1号。哪年的1月1号？就是每年1月1号的愿望。什么叫愿望？就是希望。哪有什么希望？请问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值此新春之际，我希望外星人早点打进来，这样我就能够禅位了。反正我也不怕他们，因为我是虫族。什么意思呀？他们说我身上都是虱子。你看，都给咬两半了哈。你怎么不害怕？你怎么没叫唤呀？这有什么呀？我也有。我操！你还被我弄倒了！我走开。